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白猫 Tennis R。白猫 Tennis R 是由 Sony 在台分公司代理的运动手机游戏，以白猫 Project 人气角色打造的运动游戏即将登台。玩家只要轻松动动手指，就可以进行杀球，还有发动技能进行挑战，最终走向网球胜利的最高处。游戏的玩法就是运动的竞技玩法，在游戏中玩家可以组成三人小队，在比赛中可以依照对方的属性来选择要上场作战的人员。一开始会有简单的教学，玩家可以轻易的就学习上手。而在游戏中加入了很多元素，像是耐久度，玩家在游戏中移动的位置越多，就会消耗更多的耐久值，如何让对方移动更多的耐久值也变成胜利的关键之一。而当怒气值满了之后，也可以使用个人的专属技能。而除了收集到的物资可以用来加强自己的角色天赋，另外也可以收集更强大的网球拍还有鞋子，这些都会带来更好的数值提升。而后期还有双人对战与网络的连线挑战，玩家可以与世界上强大的人一同竞技，一起踏上网球的最高殿堂吧。而目前游戏是台版预先注册当中，那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，直接开始。那先说一下，因为其实台版正在预先注册当中，我们就是一样测试日版。那其实日版应该已经好久了。不过这个游戏的好的地方说，因为其实日版啊，它跟很多很多已经有名的都算是有联名合作啦，譬如说五等分的新娘啊，还有进击的巨人，他们都有做联名合作啦，所以其实算是一款蛮，应该说蛮长久的游戏，不是短线的啦。我已经准备好 ready， 没想到白猫这个系列的东西这么红，品质最好。这是什么利器哦？球种。手中去，哎，靠腰啊！手中去 ，50-50， 我觉得后面应该更难了。不行，就是如果我想要这样子不行哎。不过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现在来求稳，在手中区点那个球，手中区点球。哦，我好像没体力的感觉，我体力怎么弱？我好像不太能跑哎，好的啦，我好像不太能跑，我已经没力气了。哦，我可以用技能喽。哇哈！疯狂炸裂！他算在教人家怎么用啊！我刚一直想要那个左转右转，可是就我自己那体力不够。如果体力不够，很可惜，就没有办法玩得很尽兴哎。有剧情了，你很强呢。我们要那个登上塔顶，大概是这样子啊。来看一下，现在应该做其他的教学。后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技能球吧，我猜。要登上这个最高的殿堂。
这要干嘛？登上第一阶啊！嘿嘿，好可爱。哎，登上一阶就要跟一个人战斗。女子プレイヤーもいるの。この塔にはあなたの実力見せてもらう。よろしくね。我要更换哦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因为那个属性的相关呐、啊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有点点不太到。我刚刚已经点不太到了，奇怪。真的点不太到哎、欸。out 了。哎，刚刚是我失败哦。又不行了。哎、欸，不行！哎、欸，怎么又不行啊？他的那个好难控制哦。他直接这样就输了。我们现在才第一阶而已，打那么辛苦。等一下应该可以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技能了吧？还有一些体力。哦，往上走。哦，好拽啊！不知道拽什么。嘿嘿嘿。哦，往上走。可以先学一些技能了吧？也不是说技能啦，应该是增加自己的力量啦。哦，转蛋。不知道得到人物还是道具哦。好，得到一个四星的主角，超绝。那他要看一下他是什么属性，然后还有他一些数值。不过这应该是固定的了。这有什么？哦，所以有三个人可以放上去就对了。OK， 他下来，哇，好多属性啊！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加哎。然后还要把它塞进去吧。我还有装备要用欸，我还有一个鞋子跟一个那个什么网球拍欸。感觉后面会比较难啊，前面都很简单。
信をご希望の方ですね。あんた、ってあんたじゃ、皆さんもこの通りでも、知り合いの当たってらっしゃい。好，换了一个新的人了。其实可以换那个，但我想用我们这个人就好。有道具吗？哎，怎么又不给人家发啊？刚没点好啊，要全神贯注的点呢。移动会移动数值那个最让他跑就对了。手冢区，手冢区，嘿嘿，真的是手冢区耶。啊 ，out 的，太大力了。大招直接发。哎呦，没画到啊！最后一次，好输了，不小心按到啊，还是 deuce 哎，还在 deuce。不能接受啊！太想要左右左右了，输了还是可以往上走哎。哦，现在是道具哦。哦，四星哎。变更啊，最强道具啊，最强鞋子啊，这感觉打很久，刚才又打五场胜负哦。线上的人 PK 了。